啊，所以大乘修禅定在哪里修啊？我们讲说百货公司，外国人讲墓啊，修禅定不是在禅堂，就逛墓去，逛百货公司。练什么呢？练不动心。哎，看得很清楚，样样都清楚，但什么？那叫慧。如如不动，那是定。定慧等持啊，那真修禅定啊。盘腿面壁不行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外面事情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不动心，可是一接触外面境界，心就动了。啊，苦乐忧喜舍就现前了。啊，那是凡夫。要在境界里不动心，才叫真不动。